已经觉得晚了，我搬到八。欸，所以他也是有男角的。欸，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他的家人有没有男角啊？还是都是女角？啊，有卡卡，可是好像没有男角欸。建筑物五等，这个吗？龙田寺124金币。欸，奇怪，聊天室怎么没有显示出玩家的名字啊？冒险章节。哦，我的那个升学了。欸，奇怪，我们聊天室没有显示玩家的名字，欸，为什么？强制任务。